各位投资朋友打开后，那很高兴今天来到了这个周末啊。那我想呢，每次到了周末啊，我们总是要回顾一下我这个礼拜的一个状况嘛，齁。那当然这个礼拜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啊觉得真的很难做啊，可能有些人呢又觉得哦，这个观望保守可能是目前啊最好的方法。那事实上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啊，尤其是今年啊，特别的这个就是各方人马啊都在里面这个哦，那尤其是台湾的股票，我已经跟你提到过了，就是说你不要太过于把台湾的股票跟国际哦在那边研究说国际怎么样，台湾怎么样，然后大盘，我觉得大盘它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不太爱跟你分析大盘呢，因为我一直跟你提到说，台湾的股票它的内部是波涛汹涌啊。哦，你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你在美国的股市或日本的股市，可能大部分的都是差不多啦，应该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跟那个都是跟指数是差不了太多了。哦，涨大概大部分都啊跌的，但是你回过头来你看台湾的股票、啊。哦，因为咱这民进党啊，咱就冲这个当冲嘛，吼，当冲减税，当冲税减半，所以它使得台湾的股市啊，它事实上就台积电可能是跟国际接轨的，但是这几年下来，你会发觉到从民进党搞这个当冲税减半啊，它事实上在台湾的股市里面啊，它指数并不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简单的讲，就是说，你看像两三年前涨航运三雄的时候，其实大盘它没有涨，还反而跌。可是你看那航运三雄，说真的，你回过头来看航运三雄，那等于是指数涨到50000点，但是却有很多电子股啊，那已经是到了5000点了。哦，这个就是民进党搞这个当冲税减半，他已经把台湾本身变成一个赌场了。民进党啊，他已经把台湾的这个股票市场变成一个赌场了，哦，因为他要增加这个税收嘛。你如果没有民进党，他没有搞这个当冲税减半的话，大家都在当冲隔日冲，基本上他量出不来、啊、那民进党他可能他也收不到钱，但是他这样搞了以后，就变成很多人啊，你知道吗？都在里面，就是说他的指数。台湾是我认为是因为民进党搞这个当冲税减半的，这是全世界大概也没有的，只有民进党搞得出来、啊、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民进党他搞这一招，事实上怎么样？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国家，那他为什么他不喜欢搞这个所谓的当冲税减半，甚至当冲不用税？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你看巴菲特也好，什么也好，他们都是比较。任何的国家它的方向一定是鼓励你做长期的基本面的投资嘛，这会让股市比较正常嘛，所以他们大部分的，你即使是美国日本，他们不会鼓励你做短线当冲、哦、大部分的方向应该是任何的国家的别的国家的证监会也好，金管会也好，或者是什么美国的，像这种所谓的啊这种 federal 的这种运作，对于这种监控，对不对？他也是鼓励做长期的投资，所以任何国家大概没有一个国家他会鼓励人家来做当冲。那你要把那股票变成赌场，但是我们的民进党就很厉害，他不怕了，因为他要怎样就怎样了。所以民进党就把台湾的股市是变成全世界唯一一个鼓励当冲的，他不鼓励长线。民进党他鼓励你们做当冲，就民进党他把台湾的股票变成一个赌场，所以这几年下来，就是说我讲说前两年，你也是发觉到说，哎，航运三雄在大涨，就跟今天广达、技嘉这些啊什么伟创一样嘛，就当年你看看，就他涨，其他的稀累累。但是你看它指数，它是不是跟国际有接轨？那接轨就是一个台积电嘛。所以台湾也很特别，台湾这个台积电它占了全值，所以我认为这个民进党，说真的，我们也不能骂他，一个鼓励赌博，另外一个怎么样，完全是
因为蔡英文的问题，他完全就是我就守着一个台积电，然后其他就鼓励你赌博，然后就是守着台积电。我认为这个大概是过去民进党这八年下来他在股市里面，这个以后会不会被查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常常觉得在野党，我说真的很多你可以去挑剔民进党的，但是在野党也没人敢讲，因为在野党我觉得自己也在里面，自己也在里面，他不敢讲这个东西。所以民进党我是觉得一个就是怎么样，他民进党但是他有别于其他的国家，是一个是就是短线嘛，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做金融做那么久了，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哦，就是台积电嘛。所以你会去发觉到这，这就是全世界它从蔡英文上来了以后，你看看为什么在股市它会变成波涛汹涌。所以从蔡英文这个八年上来了以后，你看这八年啊，第一个他就是护着台积电，他就是反正我怎么样我就是买，就是台积电就是 number one。那另外一个他就是怎么样，其他的扣掉了台积电的，扣掉了台积电之外，其他他鼓励你怎么样做短线、做当冲、做赌博。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变成他在这个就是跟国际啊，你看美国也好，美国的股市也好，日本的股市，甚至大陆的股市，他们都是鼓励长期投资的。他认为投资在他们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鼓励你长期投资的。那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啊，他就鼓励你们做短线的，所以他这个才会减半嘛。那当然这个东西他减半了以后，他会变成他有个状况，他会助长。就好像那个蟑螂老鼠就全部都来了嘛，当股票一个强的股票带量的股票，但是它也会助跌助涨助跌。所以你看嘛，你看现在航运三雄就航运三雄等，可是你看当时航运三雄在涨的时候，其他的都没有量，整个电子股，你知道电子股是一千多只股票，当时航运三雄在涨的时候，今天的广达是什么屁呀？今天伟创是什么屁呀？所以它不是重点，不是在于广达、伟创的今天。你说，当时在涨航运三雄的时候，今天的广达、伟创它有改变吗？它没有改变的，它还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炒什么？就炒题材嘛。所以今天蔡英文的民进党的政府他就怎么样，他就炒一个怎么样，就炒一个，那当然这个会助长助跌，你把当中这个税减半，他会助长助跌。然后呢，其他的就是我就护了台积电，就护国神山。可是你会发觉到台积电大家买了好几年了也没赚钱，你说他强不强？也蛮强，他弱不弱？也不弱。但是你一年前买台积电你也赚不到钱，你两年前你买台积电还是差不多这里啊，你三年前你买的台积电也在这里啊，所以等于是台积电你三年买都没在赚钱了。但是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对不对，他就是一直护着台积电。然后呢，他的金管会，蔡英文底下的金管会他就是怎么样搞这个短线当冲减半。这八年下来他事实上他就在鼓励短线赌博嘛。那这个全世界比较做不到的，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它就是鼓励你做长期投资，在股票它又不是开赌场。但是我们台湾的民进党就是搞这个，所以说大部分的主力大户也就利用了，大部分的主力大户甚至在野党他们为什么民进党很多可以挑剔，他们为什么不去挑剔他？因为自己在里面嘛。对，国民党自己也在里面吵，所以你说国民党一直在那边骂民进党，你们自己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今天在跟你提到的问题，就是在股票市场里面，蔡英文这八年的总统，他一直把这个，但这个当冲减税、税减半这个东西来讲，这全世界没有了，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一定是鼓励长期投资啊。
他不会去鼓励说当冲减半，因为大部分的国家他们甚至会，你投资越长你的税 越少，债券的理念也是这样子嘛，你买债券的理念也是长期债券短期债券也是这样子嘛，你做长期债券的投资一定是给你的 favor 比较多嘛，这是任何金融市场一定是这样子鼓励人家做长嘛，怎么会鼓励说你今天当冲，应该是当冲你要增加税负，然后长期投资你要减税，这个才是，哎，反正我也不会讲这个，这民进党的就这民进党就惨了对吧，所以一般来讲都是你长期投资我可以让你减税嘛，但是你作为当冲隔日冲这种东西，我要增加你的税负才对嘛，我一定是反对赌博嘛，但是民进党他今天搞这个、啊、民进党他今天搞这个，反而他把当冲怎么样变成当冲变成减税了，那你长期投资的人呢，说真的就哦，所以你会发觉到说，在不要说看今天的 AI 啦，事实上你看到两三年前的那个航运三雄也是、啊、当大家把资金都堆到航运三雄里面去的时候，当大家把资金都堆到航运三雄里面，那个那时候广达叭叭叭一连拉一连拉一连拉，不是它根本就没有量、啊、那你说三年前大家拉航运三雄的时候，广达伟创它有改变，到今天有改变没有改变呢、啊？但因为黄仁勋上来炒一波 AI 了这黄仁勋啊，我是觉得这个心态很奇怪、哦、心态很奇怪，还要来台湾再吃个臭豆腐、哦、然后吃个这个牛肉面吃个什么，那 我只是跟你讲，就是说事实上这个黄仁勋有没有也在里面炒股，黄仁勋以前曾经被他们公司曾经被美国抓过内线交易，黄仁勋啊，他的公司在以前啊，所以当时他快要挂掉了，他的公司在以前也被美国抓过一次内线交易，当然是 他下面的人，他公司的人，公司的高级的人，但是跟他拿到也没有关系嘛，所以可见的黄仁勋这个人事实上他应该是蛮会炒股的、哦、他本来就做那游戏嘛，那游戏就画那些所谓的绘图嘛，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那游戏那种东西它现在把它提升了，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讲，本来大家最看不起的是游戏这种东西，就画画图这些东西，但是黄仁勋他把这个东西最 low 的东西，以前人家看不起游戏这种画图的这种，但是他先把黑道染白了，他黄仁勋今天也只不过把绘图的东西他把它变成所谓的染白了，你知道他变成 AI， 因为你 AI 你需要很多这种什么这种图案嘛，这种就跟游戏一样的这种天方夜谭的这种虚拟的这种图案，漂亮的图案嘛，所以他只不过把游戏，人家以前最看不起的是游戏，所以你看以前 NVIDIA 还曾经跌到快要下市呢，还出现内线交易，他现在把这个东西换了一个方式变成 AI， 然后就说这个以后哈，现在你要绘图的东西，说呢大家也懒得，也没有人会去做那一块，因为以前游戏是没有人爱做的，做那个任天堂啊什么的，他只不过把那个东西把它转换了，变成说哦，现在把它黑的把它漂白啊，黑道变成白道，你知道以前那个黑道啊，后来去选市议员选立委还要选总统，所以基本上就漂白嘛，漂白当然就今天你就名正言顺的就是叫 AI， 他以前叫游戏画图的游戏嘛，今天叫 AI 嘛，那也是画图嘛，哦、所以我陈老师我跟大家提到说，因为这种产业面我不太跟大家讲，因为讲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很无聊了，你叫清大交大来讲那种有屁用啊，清大交大家应该要去实验室里面好好的24小时都工作，对，跟股价不会有关系的，所以你就听那些所谓的什么很专业的东西，我个人认为那跟股价不会有太大的关系，那些 engineer 他每天在那实验室里面工作超过20个小时，那个是他该做的事情，那跟股价会有什么关系？然后你把那些产业很艰深的产业拿来说个，这他这个比他更艰深，他这个又比他更艰深，他这个又比他更艰深啊！你知道这个多难呐、啊？哦，这个更难哦。然后请他清大交大的意思，我是觉得那些人应该是实验室里面，你24个小时你就在里面一直研究就好，这跟股票不会有关系的。
股票是什么？股票是什么？你看我这以前啊，我也不会跟大家写任何一个字是基本面。去年的7月5号，我也不会跟你写任何一个字技术面，它就是这样涨。这就是股票，这不用到实验室去研究，这不用去请什么清大、交大，这不用研究那么多产业，你知道？我这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它就涨了10倍了。那为什么？因为我讲。我第一个讲的，我一直讲一直讲，它有一天它就大涨。你管它是什么东西啊？哎，100块不到呢，80几块我就来讲了呢。这什么时候啊？5月11号，你看这去年7月5号在哪里？你知道吗？在这儿。这八月，去年八月，这去年七月，哎，在没加呢？40几块呢？报刚30-40块，没人来啊！我逐天讲，我不是清大交大，这就是股票、啊，我讲它会动啊。这半年，这一年下来，台湾第一名啊，就银邦了，10倍，难道是广达吗？难道是技嘉吗？难道是伟创吗？他们连到现在1倍都没有，他涨10倍，有没有量？没有量。你只要你一年前你买台积电，你有赚吗？你一年前买银邦在这里，你赚10倍。好，那我今天跟你讲，接下来现在开始到未来一年，有什么股票会大涨？我曾经有跟你提到过很多股票啊，你一定不相信的。这一只股票叫新门，有一天啊，你就知道啊。我跟你讲，我当然我今天可以跟你再提银邦，你知道？我今天可以再跟你提银邦，有意思吗？我跟你讲，我不会跟你讲任何一个。未来我跟你讲，这个会不会成为20倍的大怪兽啊？新的标王啊！永远记住要找新的。你现在可能还在这边想着银邦，还在想着银邦，还在想着银邦，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啊！你奇怪，你现在可能还在想着先进光，还在想着银邦，可是为什么你在一年前你怎么不买呢？你在这边你怎么不买呢？你在这边你怎么不买呢？你说今天有没有在这里的？当然有啦！我最近有一次跟你提到啊。银邦的继承者啊，金展科啊，你看看他未来一年，他未来的一年业绩会不会涨10倍？你看他未来一年他的业绩会不会跳10倍？还有我跟你讲了，这个你一定要注意，3倍乘3倍啊，未来会不会成为大怪兽？我蔡老师常跟你讲，你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你有一天你看得到。你看这个，这个也没人要啊，这哪有人要？全市场我在讲说，人家陈老师啊，你不要害人好不好？这什么烂股票，自封。你看今天创新高，我今天也不是要跟你讲它，我跟你讲，在这边谁讲啊？4月12号，没人要，一天才100张，没人要啊。那我今天在跟你讲它吗？现在你就要了，自封啊，4月12号啊，没人要啊。小而美自封啊，没人要。今天你看创新高，这个都不算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在不会3倍乘3倍叫9倍。有一天啊，我跟你讲了，你就把这记住了，新的大门为你敞开。有的陈老师啊，我今天每天都好想要买广达，再接广达，哦，再接技嘉，再接威盛，再接伟创，再接什么？哎，你有没有觉得以前航运三雄刚掉下来的时候，你也这样子想？
那时候340的望海，你知道现在是望海多少钱，你知道吗？我想要问到蔡英文总统，我想问到民进党，你看看现在，你们因为这个当中税减半，你看你知道今天航运股跌到哪里了吗？340的望海，今天快要剩下40块了。对啊，你台积电，你每天都护着它，你每天都护着台积电。可是你看这几年下来，你今天大家都在，你今天政府也跟着在买广达，你今天政府也跟着在买伟创，对不对？你今天在野党也跟着在买这些。那我今天说句很实在的话，今天当中税减半，你会助涨会助跌。那有一天万一这 AI 概念股，万一又重复的航运三雄的后尘呢？而且他立民进党，你有护的台积电的话，等于蔡英文你被做料啊？那台积电一摇呢？那台积电这三年买的人也没赚到钱。然后没事的时候，张忠谋就出来讲讲话，刚才过一回啊，伤忝嘛啦。九十几岁啊嘛，对不对？九十几岁啊，九十几岁啊，对不？何鸿燊嘛，九十几的时阵嘛，差不多澳门赌场嘛，对不？李嘉诚最近你说啊，为什么他要卖香港的房子？不是因为他看坏香港，他看坏不看坏不是重点。我们不能说他快挂了，他九十几了哎、欸。香港就是李嘉诚一生的写照。李嘉诚起来，香港起来。李嘉诚如果以后摆，以后霸你啊了吼，香港就累啊啦。李嘉诚，你知道现在几岁了吗？你查一下现在几岁？高十几啊。张忠谋几岁？九几了。你知道何鸿燊你知道吗？何鸿燊香澳门赌王。何鸿燊从他走了以后，澳门，霸。何鸿燊出生起来了以后，澳门赌场啪。何鸿燊从他结束的那一天，澳门赌场啪。就是一个人，他是紫薇作命，紫薇作命的结束代表这个时代的结束了。李嘉诚九十几了，张忠谋九十几了。我陈老师今天不是在跟你谈这个股票啊？我跟你在谈什么？我跟你讲，你不会觉得以后会有什么大标股的啦。你哪会觉得呢？我常常说，我常跟你讲说，有些股票，我有时候我常跟你讲这个东西。有一天你可能你会回过头来，你看看说，陈老师，英邦从三四十块涨到今天400多块，有没有他的有没有继承者？我今天我跟你写这个，你不会信啊？搞不好有一天你就信了，好不好？今天陈老师给大家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礼物，记住，赶快来拿。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全民抗涨大作战，888抗通膨专案，让您轻松的负担，帮助您快乐的赚钱。抗涨专线02-8511-3366，抗涨专线02-8511-3366，鼎业投顾。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
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各位投资朋友，一年前哦，一年前40块，有没有看到？一年前40块，到今天10倍哦，40块在这里，4块在这边。去年7月5号，今天8月10号，8月10号，我跟你讲，40块。40块，我们来拭目以待。今天大家各位投资朋友，未来谁大怪兽，好好把握。谢谢。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